来到麦克风。我们现在呢是在清迈大谷地教联中学教师宿舍，我们身边的是 Kimi 和米莱哈。Hello， 我是 Timmy。我是米莱，他们俩接下来要在这里进行一个月的支教。我们在大理认识，我去大理旅行嘛，4年前。嗯，然后他在一个英国人开的酒吧叫坏猴子。嗯，他在台上演出，然后我们就认识了。以前我们对人和自然的关系没有看得很重，看重的是人和酒的关系。我们认识的前1年半。我们每个月都是在不同的地方旅行，去过很多地方，但最喜欢泰国。后来我们就想吃自己种的蔬菜，开始种菜。在我老家租一块地，租一个农民的房子，然后但是现在不是回不去嘛，菜还留在地里吗？菜肯定被没了，房东吃了嘛。因为我们这一次是12月20号出来的，我们先去了一趟广州，然后又去了一趟藏区，在云南待了几个月。哦，然后直接过来这边。我朋友最近跟我说，因为我不是现在留在这里嘛，嗯，他说你没事也没工作，可以去他那边演出。那个草房的名字叫轰克隆，中文叫卧龙。那个是青岛非常知名的一家咖啡厅了，据说是很多泰国的明星来了到青岛的时候会去到那里。喊我演出几次了，对我特别好，我去喝东西都不收钱。清迈这边很多人是这种对特别友好的。我不是编这个绳子吗？他们也特别好，说你们现在没有工作，做的这个你可以放在我们的咖啡厅，我帮你售卖，我写上你的名字。这个是也在青岛学的，我之前住在青岛的那个温泉旁边的一个民宿里面，嗯，然后我们隔壁来了一个阿拉伯人，他的妻子会编，临走了就把所有的器材送给了我，然后我就在自学成才了，网上编，然后就编好，石头都是在青岛河里面捡的。你们在清迈有什么打算吗？我的打算就是慢一点，安定一点就行了，因为地方并不重要，现在有的吃有的住就可以了，其他的所有的时间就不需要那么的忙，就是看时间慢慢的从指缝中流淌。你们之前是来过很多次泰国吗？泰国我来过很多次，清迈是清迈也来过，我以前在清迈有个爵士酒吧，他们做过音乐，在这里也演出过，在清迈。我以前住在泰国人家里，那个人我们也在大理认识，他过来做爵士乐的，然后后来我们在中国做乐队，他就把他的乐队辞了，然后在中国待了1年，然后他后来邀请我，他说你来泰国嘛，但是为什么我后来没继续，原因是因为你知道泰国的人收入很少，对，关于那个音乐这一方面，就是像那种很好很好的待遇了啊，一个小时才300铢，不可思议啊！所以很多的泰国人他们到中国演出，不敢相信自己能拿那么多钱。这次旅行有没有认识一些其他的朋友？很多认识，就而且我们认识的人都是特别的帮助我们。前段时间我的钱被偷了，在酒店，那些朋友给我们在提供免费的地方住，还帮我搬东西，而且在这边很多的时候没有利益上的交换。我们那个车是一个朋友，一个英国老师送给我们的。我不喜欢上网，我觉得现在很大的问题来自于，因为有了手机的存在，很少真实的接触，这个是我特别反对的，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去种地的一个很根本的原因。在泰国种菜是一个很完美的选择，因为所有人都是很正常的就会种点东西，因为一个是你不需要打理，第二个是它的生长非常的快，是一个月你就能种到成效，而且不分四季。嗯，你随时种随时吃，这次才知道有一些特别奇妙的种植的方法，像他们这里很多的种子啊，稍微大一点的它都不埋，正常种子不是要埋到土里它生长，怕那个鸟给它吃了，然后那种大的种子它就放在上面，它就会跟土长在一起，然后你都能看到那个种子变成芽然后长出来。而且泰国这里对那个草药的运用他们懂得非常的多，怎么用有药效，关于植物方面的他们本地人还是了解的。下一步在青岛的时候我准备跟他租一个房，然后就种点，我现在找的那个地方全是龙眼树，因为那个人准备做那个龙眼的生意，但其实只种一种树对那个土壤不是很好，多样性才能让土壤永续和肥沃，所以我上次问他，我说我在这边种其他的东西，他说太好，这边的有的植物你都不敢相信，比如说有一种树每年3个月它就有果，那个在中国肯定被买疯了，因为它特别的甜，但这边小仙丹一年就能长这么高，你想想看有多快，就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。像你们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，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可能
希望能如鱼得水吧。嗯，到时候你们可以来摘菜，我们纯有机的种植，不会让亚苗助长，不会给它施肥什么，因为这边种蔬菜一个月左右就可以吃了。你知道像这种循环的保护的，比如说用的垃圾这些东西都可以堆肥，然后当做肥料的这些东西，在学校里也可以找。你比如说学生一起种点东西，循环起来不产生垃圾，这个是学校对这片土地的很大的一个贡献吧？是，要不然你还要烧垃圾，嗯，破坏这个环境，可再生农业。其实泰国人用塑料袋用得很厉害，去年年初才开始超市不提供免费塑料袋，期待你们能出一个非常有特色的，能带来更多的孩子也好，大人也好，去体验一下，去了解一下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。是，慢慢的，对，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。所以你们是特别好的一个榜样。他是94年的，我是96年的，我明天24岁。好，明天过生日。对，提前祝你生日快乐。上完课邀请同学们一起来 party。好。